我想可能是在六七岁七八岁的时候，那个时候看电视看到了三五港金拉力赛，看到那些人在树林里能够这样开车，我当时就震惊了，就特别希望长大以后能够像他们一样开车。但是人其实经常会有很多愿望，最关键的是那一个我没有忘掉，不可思议，就像学导演的第一部片子终于要上线前的那种感受，你觉得居然真的实现了。当你头盔所有的戴完以后，就差不多到发车的时间了，那你还没来得及多去感悟啊，我终于要完成理想，你就等于赶鸭子上架，一脚被人踹出去就开始发车。你很长的一条直线500米600米之后有一个转弯，你还在想我要漂移路弯呢还是要走线路弯，我要就是沉稳一些呢还是要开得激进一些的时候，你发现你已经错过刹车点了，然后你就没有刹住，笔笔直的冲了出去，倒了一把然后再回来，所有的观众都在那里学，那个时候你才切切实实的在观众的惊恐嘲笑鄙夷中，你知道你人生的第一场比赛开始了，你开始要在很多人的也许的赞赏，也许是挖苦，也许是怀疑，也许是嘲讽，也许是鼓励之中，开始你很漫长的一段新的人生旅途。十年前我21岁，当时的梦想就是可以拿到全国总冠军，然后可以去参加世界拉力锦标赛。现在对于我来说已经完成了第一个，但是第二个我还在努力中。对于我来说可能有很多的机会去参加 WRC， 但是我希望自己能够拿到积分，在最高的组别，我希望自己可以对得起我的车迷，对得起我的朋友。我觉得如果要对 F1 中国十年说一句祝福的话，那就是希望在2023年的时候我还是坐在这里，然后你还是问着我一样的问题，然后对 F1 中国20年说一句祝福的话，这就是我的祝福。因为在这个世界上很多东西稍纵即逝，一年两年就消失了，一个赛事能办10年很不容易，其实希望它能够再办5年10年20年。而且除此以外，我希望有更多的人除了了解 F1 之外，多来赛道，多来享受驾驶的乐趣。